现在，就是不是用最最最，他听他听得到，所以你可以尖，你可以尖叫，你可以就是挥手，然后你可以就是很热情的欢迎我们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哎，大家好，大家好。呵呵 谢谢，呃，很高兴能够用视讯的方式来哦，这个保证不是预录的啊、哦。那大家拍手的，我都听到，对，这个前排有人招手，我也看到，hello hello，对，那呃，真的很高兴啊。那呃，因为我在这一场之后立刻就要参加柏林的活动，事实上我也才刚从另外一个活动回来哦。那所以现在我都是透过这种网络取代马路的方式了，当然泰盘方也因此而少一点。那但是也就是即使是这样子，我想。 还是可以感觉到大家的热情，然后也可以感觉到大家对于 more than five percent 呃这个想法的支持哦。那刚刚我特别跟 five percent 确认了一下，确实 five percent 本来的意思就是业余时间的意思嘛。那所以大家愿意在礼拜六下午来到这边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在给出自己 five percent 哦的这个业余的时间。不过呢，more than five percent 呢是什么意思呢？我我自己觉得啦，因为如果我们呃现在周休二日，每周 都上五天班的话哦，那五除以七差不多就是七十个 percent 哦。所以呢，我觉得要到七十五个 percent，就是现在大家五趴都已经有了嘛，业余的时间已经拿出来。那我们在这边探讨，就是我们怎么把我们上班的时间，全部五天的时间，七十趴的时间，都可以一起来做出真正的社会跟环境的 impact、啊、冲击来哦。那所以呢，我就分享几个我上班的时候的故事好了。那举例来说，其实七十五趴这个数字我，我我 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在去年一月三十一号的时候，有两个公共卫生的学者来行政院给的那个 talk，他的标题就是“七十五趴”。他说，只要有七十五趴的人戴上口罩、勤洗手，呃，台湾就不会沦陷，我们就不需要封城。所以，我们就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而且不止我们嘛，所有的整个社会的朋友都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台湾的每一个乡镇市区都有七十五趴的人可以戴口罩、可以勤洗手。那这件事情也让我们了解到说，说其实。 后来我归纳出了那个快速、公平、有趣，就是我们一下子把这种新的想法能够扩散到整个社会的一个方式。不管是粉红口罩啊、彩虹口罩啊，每一个行动、这个每一个会议自己都有自己漂亮的口罩啊等等。我们现在天气就算就是开始比较热了，那现在我们都还是能够戴一整天。那这个就是设计的力量。那我们我最近在想的就是怎么样子呃，因为我礼拜三才刚打了疫苗嘛，打了第一针那个 A Z，然后完全没有任何。 任何副作用，就是当天下午就回去上班了。所以我也一直在想说，哎，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的这个概念，能够变成一个朗朗上口一样的这个快速公平、有趣的东西哦。那呃，我在呃今天中午才刚打电话给我淡水的阿妈啊、哦，有一些人可能知道，我八十八岁的阿妈是我最主要的 focus group，就是不管是便利商店买口罩还是报税什么，我都是先跟这个八十八岁的阿妈商量。那所以。<laughs> <laughs> 呃，对，所以所以我阿妈这个就跟我在那边 brainstorm 这个打疫苗这件事情，后来我们就想到有一个很简单的讲法，而且这也是有科学数据支持的，就是说打第一针是保护自己，因为有七十五的几率，你打了第一针之后，你就再也不会这个有任何症状了，就是不会染病了啦。那但是呢，打第二针是保护别人，因为你打第二针之后，你就连无症状感染者大概都不会当了，就是也不可能把这个病毒传出去，所以第一针保护自己，第二针保护别人，哎、这是一种新的讲法。 但是这样子讲之后，我阿妈就发现说，哎、欸，这个她很容易了解，而且她很容易去跟她的年轻朋友，就是七十七岁的杨奶奶啊等等，去说明了、啊。对，所以那如果七十七岁可以传给六十六岁，传给五十五岁，我打疫苗这件事情就成功了。那所以这个是我在上班时间请一个小时的假去打疫苗，七十趴的时间来想到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说，呃，我打完疫苗之后隔天嘛，就行政院院会，我就很很兴奋跟指挥官说，哎、欸，我打了疫苗，什么事都没有。然后那。 呃，后来呢，这个指挥官旁边另外一位这个次长，他就呃很兴奋，然后说：“哎、欸，我终于知道你身上这件衣服是什么了。”他要办一个很大的活动，他买了很多这个衣服。他说：“我知道了，这个叫做 s t o r y w a r e s t o r y w a r e 就是呃所谓透透过 upcycling，透过这个废弃不用的二次的牛仔布去做时尚的设计。”然后我就说：“其实我这个是四日工作室了，是桃园的一家设计其实不是 s t o r y w a r e 可是可是他们做的事情完全一样，所以这个。” 可见就是说，呃，就是 design 设计这件事情，它的概念的传播比这个呃产品本身的传播还要快。所以，因为我每个礼拜四都穿这个去开行政院会，所以就是很多这个其他的那个的阁员部分，这个部会啊，呃，就会好奇嘛，好奇就会问我，那我就会解释这个概念。他们拿这个概念去找，大概不一定找到私人工作室，就找到 Story 会，但是也很好，因为这就表示说，诶，政府之后举办的大型活动，他会用这种呃把设计。 的这个价值当做主要的价值，fashion 当做主要的价值去进行购买，而不是只是看它的价格而已。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永续时尚 upcycling 非常好的一点呢、哦。那呃，最后就是呃，再另外分享一个最近的故事，就是呃，我们在那个就是院会之后，通常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中午的会议啊，会吃便当。 那我在呃，就是所有订便当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定素的便当。然后我吃素已经很久，就尽量了，不是百分之百，可能百分之七十五左右。那呃，也有一位这个也是行政院的同仁，然后也是在礼拜四的时候，然后他就看到我的这个素的便当，然后他就说，哎，他觉得很好吃，然后看起来就很好吃样子，比他荤的要来的好吃。然后我就当下马上就说，好啊，那我跟你换，你你吃吃看，如果这个真的比较好吃的话，那你也考虑从下个礼拜开始就定速的便当。 便当，然后他就说：“哎，那可是我是荤的啊，这个荤的便当你不能吃。”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不是不能吃荤的便当，我我吃荤的东西并没有问题。我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会特别在买一些未来肉什么，因为我其实蛮喜欢那个味道的、啊。但是最主要只是因为减碳的关系，所以我就讲说，其实如果大家都尽量吃素的话，相当于一个中油或一个中缸的这个碳排放量啊，就可以节省下来。所以就借机去宣导，哎，然后我们就真的可以去交换这个便当。所以这些故事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就算是在我们生活的周遭，在我们上班的时间，透过这些个人的行动，我们都可以去启发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去做一些相关的这些气候跟社会相关的这些行动。而当足够多的人这样组织起来的时候，当他们看到 Join 平台的提案，因为这些都是部长、次长嘛，当他们看到 Join 平台的提案有五千人联署，真的要求他们去做一些改变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说：，哎，这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他已经有第一手的经验了。当他 他在总统杯黑客松，好比像说，在礼拜四的宴会上面，其实呃环保署的报告里面就提到奉茶，他说中油说加油就是奉茶的意思哦，所以中油也都变成奉茶点了、哦，大家都可以在奉茶 App 上面直接找到能够提供这个不需要买新的塑胶瓶而可以让你重新注水壶的这些打卡的地方等等，所以呢，他们就会发现说，诶，在总统杯黑客松这样子的平台里面，原来我们从民间提的这些案，在公部门里面也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已经在。 现实生活中，在他日常生活中，甚至上班的时间，都已经把他们的这个工作场所都变成奉茶站，都变成奉茶店。所以，不管是我们去年总统杯黑客松的呃透明足迹啦，或者奉茶啦，或者是台电的智慧电表啦，或者是 Patch by Planting 台湾好质地啊，或者是高温的时候直接推送说，哎，要大家多喝水的呃健康气象一起来啦。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总统杯黑客松的平台上面多看一下，说，哎，去年有哪些社会跟经济的。 的气候行动，因为他们获得了总统的这个奖杯，奖杯就是一台投影机哦，呃，有台湾的形状在上面，底下一投影出来就是那个总统颁奖的画面，就一个神主牌了。所以你花三个月去，就是揪大家做一个社会设计，不管你做出什么来，你只要得到这个奖杯哦，我们就承诺在十二个月之内把你的这个想法变成全国性的政策，就好像总统的政策一样来落实。所以当你需要救人一起想点子的时候，欢迎用 Join 平台。当这些点。 子呢已经要开始能够落实，然后希望变成我们国家政策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到总统杯黑客松。现在呢，呃，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大家可以许愿了。想要看到怎么样的社会设计，都欢迎直接到总统杯黑客松报上去。那很快的，在下个月开始，如果你呃有兴趣来参加总统杯黑客松的话，都欢迎报名。那我们众人之事，众人助之，也很希望说，接下来所有的行动都可以从大家的五趴加在一起，就变成所有人的七十五趴。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政委。嗯、呃，我快速讲一下刚刚政委讲的部分，包含他怎么从他在工作的小的时间，他刚讲七十五 percent，而且实际上是真的落实到 actions，而且在这部分里面，其实他也鼓励大家，不管透过 Join 平台，或者是总统杯黑客松，甚至是我们在上上个礼拜实际上才完成的，在板桥。 的亚太社创高峰会，实际上这个也是从台湾的跨界联结，甚至联结到全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我刚刚有知道，呃，有没有人要问？呵呵有没有要提问？就是在政委这边，小曾是不是有想要问政委这边？好，等一下呢，是由我们家乐福文教基金会的苏小曾总监要问政委一个问题。嗯。呃 这位好，对,对，呃，家乐福，因为我们什么东西都卖。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其实多吃素食其实对世界更好。那我一些想要请教，你就说，那呃，以家乐福来讲，我们可以对现有的这些畜牧业者，在卖畜牧商品的人，我们应该给他们怎么建议？因为如果当整个 vegan 或者是舒食，势必对这个产业冲击也会变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大家共同朝向一个更好的目标前进？嗯、谢谢。 谢谢、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非常谢谢提出这个问题啊、哦。 呃，我觉得当然，一方面就是大家对于畜牧业的要求，除了环境之外，当然也有人道的社会上面的要求。像我们每年都会举办亚太社创合作奖嘛，今年的那个阳光伏特加就让这个整个亚太地区很多的评审都觉得非常棒。那也包含祝福联盟行动。那之前我记得，呃，家乐福也跟动物社会研究会，我没有记错的话，有得过亚太社创合作奖。那做的是飞龙四弹的这个题目。那这个题。 题目我觉得，呃，飞龙四蛋的题目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就是说它让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不是只有好像少部分人特别在意的这样子一个倡议，而是说它可以落实到说，你一般想要买蛋，然后就可以买到飞龙四蛋，而且你不用特别想这一件事情，它就直接在家乐福就可以看得到。那到现在，因为我自己做菜的时候，呃，我用的是呃，就是 Fresh Recipe 啊、哦，也是一家社创的一个建筑团队，那他们。 也现在就是用呃，我看起来就很像参考了呃，就是当时家乐福跟动社共同开辟的那样子一种论述的方法去讲说为什么他在他的那个想出现实的菜单里面全部都使用菲龙斯的鸡蛋，那包含整个溯源啊等等。所以我是觉得说，当然我们现在是说是尽可能减少。那如果还有要吃就是肉或者蛋的话，那主要就是以地产地销为主。但是地产地销它一开始的那个经济规模就是有赖于大家去做。 有意识的选择性的消费，而这个选择性的消费又有赖于包含家乐福在内，就是每一个都能够不但是对呃我们的消费者给出交代，对外给出交代说哦你这样子的消费，为什么它其实它的呃碳足迹并没有特别高，或者是说为什么这样子它可以达到一些人道或环境的要求，它也必须要对内交代嘛，就是包含你的企业体本身的员工要了解到为什么这件事情值得做，也是生产者要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值得做，那这个向外交。 在向内交代，当他做的特别好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呃社会创新的这个登录平台，或者未来可能会有的社会创新事业的这个登录的专法啊，那这些都是在要求向外向内的交代，必须要能够呃被所有人都能够看到，必须要是就是开放式的创新了。那只要有这样子的事情出现，它就会形成一股气氛，就好像四日工作室跟 Story w y 他们可以共用这个双面胶带一样啊，就是任何人只要在 使用这样子的同样的论述，同样的呃，就是把它呃货币化或者是至少量化，像 SRI、SRS 这些的社会影响力计算方法的话，那我们把这样子的双面胶带把它铺到比较厚实，这样子就会变成说，诶、欸，如果我是畜牧业者，或者如果我是呃，就是本来是做可能工厂化或比较不人道的饲养的人，我现在就可以顺着这个双面胶带来告诉我的员工说，我只要往某个方向转型，我的 margin 会变高，而且呢，我会在呃，就是整个消费者的。 意识已经开始转变的时候，能够超前部署，而不是变成好像夕阳产业这样子。也就是说，给他一个 migration pass 了。所以我会觉得说，把这个双面胶带能够让它的粘性尽可能增加，它就是要靠着包含家乐福在内，会碰到非常多的终端的消费大众的朋友。然后呢，大家共用。呃，像我有看到愿景工程这个目前的绝大部分，事实上应该全部线上的报道啊，都已经把那个 SDG 的标签贴上去了。所以这也是一种双面。 交代就是大家共用这些呃，这是七项标签共用一百六十九个呃具体的指标的 icon。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每一个人只要看到哎，为什么他没有给出交代，那我们就不购买的这样子一种新的袖手旁观就等于是问题的一部分的这样子的一种新的社会情况。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才能够去帮助这一些畜牧业者知道说，啊、那他接下来十年、二十年一路到二零五年他的 migration path 应该长什么样子啊？以上。 好，嗯，谢谢。我们是用最热烈的掌声，再谢谢唐凤政委。而且因为政委他今天，我还是要讲一次，要澄清一次，是他真的是现场在跟大家对话，这不是 AI，也不是不是 defake，<laughs> 不是 defake，<laughs> <laughs> 看这么自然。嗯、所以在这部分里面，我们接下来的这一 part 就是要掌握一些时间，然后我们要跟政委一起合照。那这部分。嗯 来，请那个主持人来引导一下。那现场我们邀请政委跟我们一起合照，请啊、呃，现场的观众帮我向左右向后转，我们的摄影师在最后方。那依循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指示啊。好，请最后方的摄影师帮我看一下现在的画面是不是 OK 了呢？ 请，请右后方的观众再往前进一点。